1984年，你们中很多人还都没有出生。那一年，我入职泛海航空，开启了我的飞行生涯。可能有些年轻的同事还不知道，在2004年，我经历过什么？那年，飞机在1210高度，机体突然破损，当时我是机长。江部长是副驾驶，我们一起配合，成功的迫降在跑道外的稻田里，保护了所有旅客的生命。这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，我想也影响了这个航班上所有人的一生。后来，我们成为了英雄机组，但是，我希望我们的行业出不了英雄，因为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每一次飞行都无比的安全。对我来说，保护好每一位乘机人的安全是第一，也是唯一的责任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凌驾于他们的生命之上。很遗憾，由于身体的原因，不得不提前告别蓝天。27000小时的飞行记录将停滞在今天。后面除了行政工作，我还会继续做模拟机的教员。最后，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接班仪式，请今天跟我一起飞行的机组成员上台。人数不对呀，怎么都是男飞呀？我记得今天飞机上还有一位女飞在吗？程潇，请你上来。我想问问你们，每次在驾驶舱看到旅客从廊桥、从客梯车走上来的时候，你们都观察些什么？都注意些什么？我会注意廊桥上的操作人员有没有到位，拖车有没有到位。如果有延误的话，将影响我后续的操作。我会观察有没有形迹可疑的危险分子，有没有精神状态有问题的醉酒旅客，有没有往发动机里扔硬币祈福的旅客。第一时间发现，就可以第一时间杜绝潜在危险。都没错，程潇，你呢？我会想，这一个个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，我会看他们今天是高兴还是悲伤，我会想象他们即将奔赴一段什么样的旅程，是外出打工，还是回家和家人团聚，在这段旅途当中。需不需要我们机组人员的帮助和照顾？都是我想要的答案。这么多年来，最让我满足的时刻，不是升迁涨薪、颁奖表彰，而是每一次。把每一位旅客安全地送达目的地，行程圆满，我认为这才是作为一名机长最大的成就。
下面我要送给你们一个小小的礼物，这是从当年那架737300上拆解下来的蒙皮做成的行李牌。那架飞机虽然光荣地退役了，但是它留下的警示永远都在。希望你们能一直携带，守住你们的使命和责任。加油！顾局长，法院通知三天后开庭，你那边有进展了吗？Yes, it's me. Oh, yes. At that time, the Saipan airport indeed wasn't closed. So why should I do like that? Captain Gu.Let me ask you, why are you going on the opposite way of your own company? I want to find out the truth. I sincerely appreciate your courage, but I disagree with what you want to do. Come here. Come here.Actually, I'm doing this for a faithful girl. She's a co-pilot at that airline. I've been flying 3 days straight, over 40,000 kilometers, just to find a witness, someone who can testify in court that she didn't lie. I was exactly like you when I was young, crazy for love.But love is nothing, and no one's will good. It isn't worthy. Come here.
谢部长真的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前辈。开庭的时间定了，三天后。江部长跟我说了，让我出庭作证。一成哥，我知道你有自己的顾虑和考量，但当时的情况只有你是最清楚的，所以还是想拜托你在庭上说出真相。都长大了，他要是知道自己的飞行员爸爸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，你说他会怎么想？诚实守信，忠于职守，这是我们刚入职的时候宣誓的誓言。不好意思，豆豆还在家等我，我先走了。刘律师，我考虑好了，我愿意出庭作证。好好，不过我要提醒你，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其他有力证据，这场官司的结果。我知道，没关系，那你把时间和地点发给我。好的。丞相，我有急事要出差几天，你好好调整心情，相信我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程潇答应了明天出庭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谢谢刘律师，明天见。还是关机。哎，宋宋，你赶紧给我想想，还有谁能联系上？看来，他是真的下定决心了。不是，他前两天还跟我说没决定出庭作证呢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总不能看着肖姐往火坑里跳吧？肖姐跟我说，哎，我知道，他跟我们说了。肖姐关机了，现在谁也劝不了他。那找南庭哥呢？南庭哥请了病假，已经失联好几天了。我给他发消息，一直也没有回我。平日看你像他尾巴一样，关键时刻连个人都找不到。对了。我前两天给秦阿姨发微信，她说她不知道，不过后来我问了倪总。战哥，
但是倪总也只是说他有事儿在忙，让我不要担心。他在忙？你不是说他病了吗？这我也不知道啊，他们两个都联系不上，我怎么感觉有大事要发生呢？喂，喂，哎，小熊，你的声音我听不见，你用什么跟我打电话的？我手机没电了，我用电脑给你打的。哦，我说，你们母女两个也真是的，怎么搞到会对簿公堂呢？这简直是荒唐啊！要不，明天我也过去吧。别，你来更乱。哎呀，房律师胜券在握，你不用担心他。那你这边呢？我你也不用担心啊，反正我说的是事实。你们两个呀，都是倔脾气。行了，明天什么结果我告诉你啊。好吧，那你就如实的陈述事实，千万注意要控制情绪，你要记住啊，千万不要被对方律师激怒。哼。这么晚了，还有谁来？啊，可能是物业吧。爸，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啊。啊，好，注意保护自己啊。好嘞，拜拜。你去哪儿了？外行那两位机长，我没能说服他们出庭作证，对不起。你是去？谢谢，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的了。你明天要出庭作证啊？嗯。不要去，赢不了。你看起来很疲倦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你不要出庭作证，我来。米勒航空的克米尔机长亲口对我说过，塞贡机场当时没有关闭。明天我会在法庭上如实陈述。可是这会对我是你的教员，总之这件事情你听我的安排。顾教员，我已经出事了。走吧，我送你。就送到这儿吧。答应我，明天按我说的做。你有你的想法，我不会阻拦的。好，我支持你。真的？战哥，你电话一直打不通，正好路过，就过来看一下。你回来了，顺利吗？所以你明天不会出庭，对吗？战哥，我……你呢？你是同意了？他既然决定了，
我支持他。王兰婷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这是在害他。他如果不站出来，那他这一辈子就活在更大的愧疚和自责里。用不可靠的记忆来作证，法庭不会认的，这样对他对公司都不好。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做最差的选择。展哥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任何后果我愿意承担。你为了他变得这么不理智了。如果这件事换作是我，我也会这么做。李湛，我要和你坦白一件事。你终于肯说了。是的，我承认我喜欢程翔，我希望能和他在一起。小易走了之后，我很怕再投入情感，只想一个人。我也从来没想过有人能让我改变。在蓝山，我承认那时候我对他有点心动，但我以为只是心动而已。我也一度努力说服我自己对他只是错觉，可是我错了。其实是我一直没有诚实地面对自己，但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我亏欠小易的，亏欠你的，不应该拿程翔来还。无论如何，对不起。顾兰婷，小易的事情只是意外，还有，你并不亏欠我什么。陈局长，我们已经到了，很感谢您能过来，郭老先生也让我代为表达他的谢意。向兄，向兄，你怎么死活非要来啊？就你这孤证，谁会信啊？趁现在还有机会，咱们再想想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小姐，你再想想吧。对啊。阿姨和江部长来了。
江部长。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，我现在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如果我不把真相说出来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的。走吧。全体起立，报告审判长，开庭工作准备就绪，请坐。就郭伟民与陆州航空公司的航空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，现在开庭审理。今天徐总也在，底下很多我们入行的人。接下来，请双方举证质证。请法庭播放录音。All stations,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. 各单位注意，赛贡机场由于不明外来物跑道关闭，高沙263请盘旋等待，米勒221。请盘旋等待，保持24000英尺，原地右转盘旋等待。高沙263，保持22000英尺，原地右转盘旋等待。米勒221。根据赛贡空管提供的最原始的录音显示，郭晓亮先生在发病的那段时间里，赛贡机场关闭，没有备降的条件。陆航的乘务组对郭先生竭尽所能的进行的。我是 XD-825航班的副驾驶程潇。在郭先生第一次发病后，我曾在江机长的授权下联络了赛贡区域管制，对方立即协调备降。
机长现在离我们最近的机场是塞贡，要不要跟讲？乘务长，我们现在准备备降，请马上做好安抚旅客的工作。好，知道了。通知塞贡管制，汇报航班情况，说明备降需求。在我们等待协调的时间里，江机长让我去客舱查看一下病人的情况。你去客舱确认一下这名旅客的状况。好。我发现病人情况的确是有好转。后来我回到驾驶舱，江机长已经做了决定，继续直飞新加坡。但是当时他并没有提及塞贡机场关闭的任何相关信息。江机长给的解释是，在我离开驾驶舱的这段时间里，管制发来的通知。但是当我回到驾驶舱，我亲耳听到江机长对管制说 ：“The patient is getting better, thank you。”可是这句话在我们听到的陆空通话完整录音里是没有的，因此，我认为这段录音真实性存疑。审判长，关于录音是否真实性的问题跟本案毫无关联，我申请法庭排除这位证人。原告希望江涛机长解释为什么改掉了当天的陆空对话录音，他是在逃避什么？请被告律师继续质证。请问证人，你跟江涛机长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的上司。在去年6月14号发生的跑道冲突事件当中，你是否与江机长发生过冲突？这与本案无关。你是否与江机长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冲突？请证人回答。有过。那请问证人，你是否因为与江机长之间的冲突一直心怀芥蒂呢？没有。审判长，证人与我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了利害关系，证人完全有理由因为私人的恩怨来陷害我的当事人，因此他的证词不能单独的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。被告及代理人还有无其他的质证意见？我没有质证意见了。请证人退庭。审判长，我方申请第二名证人出庭，就录音证据存疑的问题作证。请证人出庭。不知道，不知道啊。这位证人是陆州航空飞行部的副部长，在陆航任职多年，对于飞行部的每一位同事都非常的熟悉。在副驾驶程潇向我汇报陆空对话的录音有问题后，我最初抱着存疑的态度，并主动去塞贡查证了原始录音文件，并没发现问题。但是后来我分别接触了805航班机组的观察员林一成以及机长江涛。林一成对我问到的录音问题避而不答，心虚犹豫。江机长
则拒绝了我申请发出公函，向事发时在赛贡上方盘旋的两位外航机长取得证词的提议。就在三天前，我分别找到了当时在赛贡机场上方盘旋的两位外航机长，其中一位机长亲口说出，当时赛贡机场没有关闭。那请问顾南亭先生，那两位外航的机长是否能够出庭作证来证实你的说法？他们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出庭作证。对方主张录音系伪造，请问有无证据予以证明？没有。那请问证人，你跟我当事人江涛是否在竞争陆航副总一职？是的。那你是否想成为陆航的副总？是的。审判长，原告并未拿出修改录音的实证，而这位证人所谓的见闻也没有当事人可以证实，并且被告和证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，因此我方认为证人的证言不具有任何证明力。怎么办？Hello, Captain Camilla. Hi, Captain Gu. I have changed my mind. Thank you. But the trial has already begun. 审判长，我方申请证人出庭来陈述当时发生在机舱里的真实情况。请证人出庭。我是那天航班的观察员。郭先生发病以后，我们机舱第一时间向赛贡机场申请了备降。此后，程潇离开了机舱，去观察病人的状况。我们接到了赛贡机场的管制消息。管制消息说，医生哥，将来豆豆长大了，他要是知道自己的飞行员爸爸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，你说他会怎么想？医生，你是公司的老员工，我记得公司每年的公益活动你都会参加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你不但是个好爸爸，也是个善良诚实的人。管制通知说，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，兜兜不是想去那家私立学校吗？我找人去问过了，没问题。谢谢姐夫。赛贡机场可以备降。
与此同时，管制员还说有两架飞机正在盘旋等待，让我们尽快降落。请问证人，刚才庭上播放的这段陆空对话，管制通知你们塞贡机场关闭，事实上你在驾驶舱里是否听到过？慢慢靠近，别再